王大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怎么会想？等一下啊，我先忙一下，因为还没有进入状况。这个怎么关掉了？还想动？对，没装好，从整个窗中不到。其实我还没有录到他的音呢，我要不好意思。方便一面讲一面弄吗？他要你吧。你等一下让子让菜看会烧起来哦。才可以接受。我的水龙头啊，这些哈。哎，我搞这个车了，我给你拿，这个车吧，我搞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把它处出事，太多了，你不要再弄。好，我要放水了。参与去逃逸中这么多年了，然后夏姐，我们两个来吗？这边给你。这边给你。
这么吵哦！我不晓得刚才是谁在吵，自愿的啦，没关系哈，吵不好也没关系。那个汤匙来一根好不好？你要大汤匙、小汤匙、小汤匙啊，小汤匙，跟着你吵，好。现在我点了吗？你放的那个，我弄好了。当时有了。我们超好的面用这个给它倒出去给大家吃的哈。好，到今晚再出彩啊！好嘞。
后面会继续去吗？都跟你说哈。哎，向左走。大哥，你帮我刷面前好不好？刷面前。拿个手套吧，拿个手套拿来。不要全部哦，一半或三分之一就好。来了，卖弄这种，来了。全部倒下去呀、啊！你要不要全部？我拉不动啊！不会，用筷子啊！来，三个。对啊，用筷子啦。夹子嘞？没关系啦，用夹子我放。快点的，哎，已经很咸了，全部倒进来，我用我拌一拌。哎，我拌一拌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拌过面。这边倒进来没关系的，给它拌一拌。没关系，帮我就好，帮我就好，好，帮我就好。来。